彻底崩了。谢谢老板的比心，谢谢老板，老板大气。八六要一个罗莎莉亚，谢谢兄弟们，欢迎大家。北京时间的11:29来到八六直播间，欢迎大家。左上角给大家发出的是今天晚上的第三波宵夜，我们的 iPad 一台，大家赶紧参与吧。希望大家能在八六直播间玩得开心，看得开心，也能够参与得很开心。罗莎莉亚，我还差最后一只，给个面子呗，给个面子呗，罗莎莉亚。两米雷神啊！啊，两米雷神，一只罗莎莉亚，冲这么多都抽不着，我就只要差一只罗莎莉亚了嘛！你给我赶紧出来吧，你这个人你真该死啊！罗莎莉亚，哎呦漂亮，给我用完了，我吐了，终于肯出了。八六直播缺老板多少发呀，小助理？这波是缺老板97发是吧？97发，我今晚上只给他补够就可以了。97-22等于97-22等于75，648等于51，328等于20多，20多是多少忘记了，等于24。为了避免万一，八六再给你补个98。恭喜老板血赚86，恭喜恭喜，老板真牛呀，又拿下了我们的两命雷神，还是你们会玩呢？哎呀，太牛了太牛了，我不行了，抽什么东西啊？哎，有一个人来送的，兄弟们，有一个人来送的，他这个号是零人池子，他要抽的是早又满命，但是他让了我三只，你让我三只，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送我198，谢谢。老板，遇上你是我的幸运，谢谢老板。这个老板让了我三只，他说八六你加油哟，我已经尽力让了。好的好的，老板谢谢谢谢。这个号只让我抽4只早右，120抽零人池子里面啊，120抽全换，能不能4早右？能不能4早右？谢谢老板，可以不可以？这个老板是来送的，4只早右怎么可能抽不着啊？放箱子在这里干什么？又诱惑我是吧？又诱惑我是吧？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晚上的 iPad 是谁获得了哈？我们来公布一下名单。哎，第一只早右就出了，这个号直接赚了。哥，谢谢老板送来的198，谢谢谢谢老板大气，恭喜不记得获得了八六直播间的 iPad 一台，恭喜恭喜！带着我们右下角小手柄游戏《山海经》的游戏 ID 找到小助理直接领奖吧，恭喜哦！没有中奖的宝子们也不用灰心哈，给大家发一波抖币福袋，没有关注的点手关注，关注了的上手灯牌，等待我们下一波福袋吧。歪了我吃粑粑，抽不到我吃粑粑。这个老板让我三只，他让我，他120抽让我抽4只早右，我怎么可能抽不着啊？恭喜老板拿下双金神李林人，白柳继续嘴巴硬啊！我不可能输，我输了，我吃粑粑，我吃粑粑，我绝对吃，直播吃，不可能输。早右，我120抽4只早右，怎么可能抽不着？早右，早右。早右啊，不是我早右呢，我这个号有留多少发呀？我要留43发给他。什么？你怎么知道我流浪者10连3黄？我要看，我不信。你真的有10连3黄吗？那我刚刚那个双击算什么呢？你放屁，假的吧，我都没有看到。我
手都要点断了，都没有三黄。我再点一个，再点一个，再点不出来，不看了。你什么十连三黄？去你的！你哪有什么十连三黄啊？哎，我120抽四只早药，我能输啊？哎，我抽到三只零人吧？啊！我抽到了两只，这个老板说他让了我三只，我已经尽力了。然后我抽到了三只神里灵人，三只神里灵人配上了两只早用，这是不是有点太飞了？我这也能说早用？不是吧？哎，我120抽，我抽了四只零人，我没有早，没抽着四只早用。哇，你这个时候才来，我吐了早用，你这不还没满？完了，还没满，我三命零人了，我都还没满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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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亏了，这都能亏啊，这都能亏啊，我120抽抽四只都能亏啊。孙妹，说实话，我刚刚是说了，要是抽不着我就吃粑粑，但是我确实不饿，我现在确实不饿，我吃不下。孙妹，我现在确实不饿，饿了再说行不行？确实不饿，不是不愿意吃，这东西有区别的啊，有区别的。我跟你讲，掰了从不玩赖的，主要是现在太饱了，吃饱了，吃饱了。我就差一只早用了，我就不信了，你能再给我来只零人？搞笑吗？120抽全换能不能四只早用？不可以，这都能输，我真的是吐了。出了，恭喜老板，血赚86.68。哇，这都能输，我真的裂开了，原地就裂开了。我天哪，要是这个老板没让的话，我直接炸了，我直接炸了，我吐了。恭喜老板拿下86.68。这波老板要不要让巴爹帮忙帮你把它抽完呢？抽完的话万一出双金怎么办？双金的话巴爹还给你送两个648，送个648你说多赚呢是吧？赶紧走，赶紧走去了，赶紧走。哎，为什么早又这么难抽啊？刚刚那个号是9条，对，你说是不是因为现在北京时间的11:30了，然后运气它不一样了，运气扭转了，要不然我们抽一手9条满命吧。这也是零人池子41号选手，我们要不然抽一个怎么样？兄弟们，自备120抽零人池子里面的9条满命。说实话，我觉得零人池子里面的9条最好抽了，因为零人不要9条呀，对吧？应该是9条池子的难抽才对嘛。120抽，我们全换，全换，能不能满9条？可以不可以？来一首。86零人某多某多，某多某多是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某多某多是什么东西啊？头皮都给我抽麻了，麻疼麻疼的。Misa， 不要乱来哟！我没补吗？我充了一个648，我没补吗？啊，我充了吗？我没充钱吗？刚刚那号我不充了648了吗？我充648了，648就是补他的呀。648我为什么还要补啊？我只差他10发，我给他充了648。不补为什么要补啊？为什么要补啊？我648还不够补吗？啊，不对，我刚刚是那个号是44发呀，我64850发嘛，不用补了呀，够了呀。歪了，一来就歪了。刚刚那个号是双金，哦，双金啊，四星一直都没有双金啊。我每天都要说10000次，出一个兄弟们，这一首连之韵861一个9条，哈哈，三连金。9条，这个号我只差老板10发，但是我感觉我9条不一定能输，我现在还有50发呢。九条，为什么我天天都在抽啊？这个游戏都已经不是这个玩法都已经出现了2个月了吧，是吧？四星一直以来双金就不送648的呀，又不是才改的，一直从头到尾就没有送过呀。一直以来都是这么设定的呀。我会带领你获得。
我们看一下我们九条几命的，九条两命了。但是八六现在这个号只要给老板留十发，我还有三十发，两命，我三十发要抽四只有点难吧，我不可能又要输吧，我要一首小九条燕米哈油，谢谢谢谢，给我出一个，我要九条。八六你是为什么每次选什么输什么的？什么叫做八六选什么输什么？你什么意思？你在逗我？九条输了，120抽全换能不能满九条？但是不可以的，恭喜老板拿下了一命零人。哦，这也歪，这也歪的吗？对不起了兄弟，这也给你歪了。恭喜老板血赚八六六十八，但是这个号不一定能赚我很多啊。这个号小助理备注一下，他这个号有个双倍，双倍三十发，加上他原本的十发，现在是我要给他补四十发的情况了，总共要给他留四十八在这里面。我看一下我的九条什么时候出，我希望我的九条能够多一点点。我九条还差四只，九条，九条，小条子，九条，九条。我怎么感觉每次这个双倍冲进去之后他会一个都不出呢？而且是要用完的情况下他都一个都不出呢？这是什么道理啊？啊，九条什么都没有哎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们说是吧？好怪呀，才第一只，但是问题是我差四只，他连个人都又来了，什么意思？九条碰碰碰的话，那就下一波有双九条了哟。碰，八六你喊九七人呢？九七人，我没了，兄弟们，我没了，我这波嘎嘎了，宝贝们，八六嘎嘎了，这波已经没了，这波直接就是去世了，兄弟们怎么办啊？这波直接就是去世了，什么东西啊？九条还差两只哎，九条。莲子九条，嘿嘿，喊中了，兄弟们不好意思，被八六喊中了，真是 sorry 呀、啊！现在还差最后一只九条了，我就不信了，我还能冲六四八，哈哈！我跟你讲，这一波八六还有两个十连，这一手绝对能出，不可能再输了，我要九条。单抽九条，九条，条条，条条，条条大路通罗马，给我来个九条吧，九条路，哇，我受不了了，我受不了了，兄弟们，九条一直在出，一直在歪，一直在歪，一直在歪，哎呀妈妈咪呀，这个号要差多少发呀？补老板四十发是吧？那我再冲一个六四八吧，呵呵，再冲一个六四八，我要补他四十八，也就是这一手八六还有十发可以用，十发直接拿下九条，然后一翻都不会多花。对对对，应该六四八用不完吧？怎么可能用得完啊，宝子们，不可能，好吧，一个十连直接九条，然后下号。九条，哎呦我去，你非得用我十发是吧？你真的很过分呢，这个号八六要差老板四十发，你非要给我用完呢，你才出，你还要让八六冲一手是吧？四十发我差他四发，我吐了，给你来个一九八多补你十发好吧，啊舒服，真舒服呀，我就不信了，
八六这波要不当人了，我不玩这个玩法了，我吐了，我要去抽歪了，我就不信了抽歪我还能输啊啊！今天晚上我就要把这些抽歪的全部带走，一个不留，全部给我输。我抽五个198，八六就能挣1000。这一手八六要挣1000块了，兄弟们，对不起了，不是八六想赚你们钱，实在是没有办法了。今天晚上输得太狠了，我只能在这方面赢你们了，对不起了。直接去演能不能三只雷神不歪？能不能三雷神？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玩法哈，小保底自备158，大保底自备200发，然后找八六给八六198，八六就给他抽，抽到常驻我就走。如果不是常驻，八六就要一直抽，抽到什么为止？双满命为止。哎呀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八六这个号就只歪过一次，提那里。就歪过一次，提那里。你骗哦，这是可能是常驻出的，这么多 UP 就歪了一次啊，那第二次来了呀？哎，第二次来了呀，老板，准备好了吗？你的第二次又要献祭了，这一手给你献祭个不一样的，好不好？直接献祭，这个老板非常的装，来的时候就说什么八六，我这号车 UP 只歪过一次，听那里唯一的一次，不好意思，第二次来了，就这么快。不要笑啊，让你们为我发声的时候你们不说话，这个时候就可能嘎嘎的笑，有什么这么开心的？双击算歪吗？双击不算歪，双击我还要给他送68。哎呀，第二个 B 歪好吧，老板喊跑跑，八六这个号就歪过一次，第二次来了直接给你送一次，第二次来了，兄弟准备好了吗？你只要敢歪一次，八六就一定能给你歪第二次，有一就有二，有二就有三，接下来你八把歪，我告诉你还挺装的，你还跟着啊，你还跟着挺装的，八六我都不会歪的，真的是吗？不会歪的，有本事你这波中雷神啊。还挺装，哼，八六不发威，你当我是病猫啊啊！我可是公认的歪歪的神。什么叫歪歪的神？必歪，不正的那个歪。我是歪歪的神，我能不歪？搞笑。你这个号我跟你讲，连中两个雷神是给你一点面子，八六这个号就歪过一次给了我提那里，第二次来了哈哈，连中三个雷神，做梦吗啊？连中三个，你们是做梦吗？搞笑，真搞笑，好笑好笑，实在好笑，兄弟们竟然敢说什么八六你肯定不歪的，这都敢信啊啊！这个号我又不亏，因为这个号我要留的是51发，我现在甚至还能再抽一个金呢。哼，八六不行的话换小助理吧，怎么可能不行的话？这一手我跟你讲，再给他个提那里两次，我跟你讲，以后你可以光荣的说，八六这个号就歪了两次，两次都是提那里，直接改了你的签名，能雷神？这种号真的会存在吗？怎么可能嘛，直接就歪了，我跟你讲，很自信的，直接就是一手常驻，不可能是雷电将军。直接就歪了，拜拜，直接提前跟老板说，老板再见。哼，米哈游，你听我解释啊，就是这种玩法是我歪了常驻我就可以走了，我就可以直接去跟，我就直接可以离开了，就直接赚了老板198，我笑稀了，我脸都要笑烂。但是为什么现在你三只不歪？我标的时候
是吧？你给我八八歪，我现在不标了，是吧？我抽歪了，你给我八八中。哎，你是疯了吗？你是什么小疯子吗？你是什么哪里不对劲吗？这个号你不能让他这么装啊，对不对？这个号从头到尾玩就只歪过一次，你不能让他这么歪，你要让他知道什么叫做一视同仁嘛，对不对？哇，真的是绝了，兄弟们，直接预言能不能四命雷神，就是一个不歪能不能到四命，可不可以？兄弟们直接买不可以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要请出小助理，小助理赶紧来救命，救命小助理，凿不住了，凿不住了。今天晚上我的小助理如果能出双金，我们直接开除。小助理来我直播间帮我抽一手，如果出双金你明天不用来了，好吧，我先电十发等你，就这么狠，就玩这么大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感觉小助理要趁我的趁我想上洗手间，他给我来个双击。顺便这边有请我们的小助理闪亮登场啊！我们来看一下小助理的运气究竟如何。八六上了个洗手间，我看这个洗手间能上掉我多少钱？我觉得小助理应该能帮我省钱才对。小助理，来交给你了，抽到歪了就停啊，歪了就挂在那里啊。没有歪还是什么？还没出金、哎、吓死我！你怎么这么飞啊？几十发了？四十发。哦，那还可以。来，我给你充个60发。吓死我了！我看他搁这嘎嘎抽抽。哎呀，你看，你这个运怎么回事？一来就让我亏个60发，我都没抽过这个号，全是你抽的。你看你，你不要这么悄悄的笑，行不行？我们来看一下小助理抽一个，帮我歪一个，帮我歪一个。耶、yeah, 动作有点迟缓了。因为小助理的名字叫双双，我很怕他出两个，你知道吧，很怕他出两个。你直接点这里，把他就是一次性那个啊，可以啊，这边对。小野今天休息，我来帮你画一手，我来帮你画，你直接抽好，你来。耶、yeah, 你要点关播了。你点什么？你点关播干什么？擦掉擦掉。我看一下你抽的是什么，不要跳。哎，歪了，歪了。哎，还是你的，还是你的，可以，可以。牛的，牛的，你看到没？小助理直接来，让我赢了一手，兄弟们不好意思，直接赚一手。他给我点关播，我丢了。我让他画抽子，他给我点关播，直接把那个关播给我点出来，吓我一跳，我以为他直接给我吓了呢。等一下，人家还说八六怎么直接去世了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哈，小助理的手还是很牛的啊，谁说小助理比我欧的啊？13发哈，现在是差老板51发是吧？小助理看一下51发，现在是37发，八六差的13发，13发给你一个就198，就直接拿下了。我都跟你们说了，八六才是最欧的那个人。哎呀，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情况，八六这个号就歪过一次，恭喜你获得了一个我的名字叫做小客卿，能不能四名单是不可以啊，输了。赚钱的事情还得是小助理，八六转幕后吧，转幕后，我不。我们再来一首哈，51号选手，今天晚上八六发誓一定要赚回来。刚刚我亏了多少啊？亏了600是吧？那就两个车歪的号，快得很，快得很，兄弟们，让你们见识一下八六赚钱的速度。能不能三雷神不歪，我们再次发起，八六又来抽歪了，这一波八六不会再失手了，对不起了宝宝们，要让你们见到乱挣钱的我了，对不起了。一身要强的中国女人想都不要想，哈哈哈，我
我还赚钱了，当时想都不想想。你这个名字也是这么应景啊，我感觉他这个签名在说我一身要强的中国女人，你想都别想。我刚刚就说我一上来叫白，他居然这样子，他居然写这种名字，太过分了吧。办了这个号你就要输，不可能不可能。我跟你讲，有一个玩法是 BY 的，你们要不要见识一下，给你们看一下好不好，什么叫做 BY 的歌曲。很多玩家带着这首歌觉得自己很牛，但是这首歌真的兄弟们无敌飞。你看第一个进就是 Y 的，他的歌曲名字叫做好运来，好运来倒大霉啊。你看你看你看能不能三个雷声，不可以 BY 你知道吧。虽然说现在八六没有找到 B 中的那个歌曲，但是 BY 的被我找到了。反正我就没有不歪过，反正我就没有 BY 过，真的我每次都是歪了的。哎，我每次都歪了的，真的很牛啊这首歌。好多玩家说哎呀你在那自欺欺人高，所以说这首歌为什么叫自欺欺人高，你看他自不自欺人嘛。他说我一生要强的中国女人想都不要想，让你知道什么叫残忍。兄弟们再来一次，能不能三雷神。我跟你讲真的很飞的这首歌，骗你们干嘛，你不信你不信。而且我跟你讲，你不能就是说你一听你就要从头到尾都听，你不能从中间开始听，好重放一遍，然后上去之后直接就是，你看你看你看，哇塞，这不是效果，这是真的。你们为什么不相信我啊？能不能三个雷神，答案是不可以，直接就是嘎了，看到没，这就是为什么，你知道吧，跟你们说过很多次了，不要听这首歌啊，不要听啊，每次都救你们的命，你们还以为我在整你们，我害你们干嘛。我与两命雷神之间只差八六了，歪了能不能帮忙抽雷神专武，这是什么意思，就是抽一手的意思吗，我看不懂他这个意思啊。歪了能不能帮忙抽，帮忙抽可以啊，那我牛得很嘞，抽出双剑给你六四八是吧，好好好。哎，这个时候不要放好运来了，这个时候再帮忙了，帮忙了赶紧把这歌切了。他让我帮他抽一个武器，他想让我出双金然后给他送一个六四八，我觉得我没有这么没吧，我不可能帮你个忙直接把我帮走了吧。哎，我不该帮他抽的，我应该就当没看到，那万一我双金的话送他六四八怎么办，那我不是没了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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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是老板给我私聊的呀，他私聊的呀，他私聊的让我帮他抽一手呀，他让我帮他忙的呀。哎，号主说八六抽，八六说好八六抽，观众说号主让你不抽，你什么意思嘛，我听谁的嘛，他要的嘛，他要的嘛，他可以冲嘛，我听你们的还是听号主的嘛，我真冤呐，我听谁的都没对。你看他写的是什么，歪了直接帮忙抽武器，看到没，人家说了的，他只是许愿两命，我抽不着嘛。这个是个氪金的老板，我们不要担心他，他钱多，他想博我的双金，他在做梦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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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恭喜老板，拿上拿上。嗯，给你来张月卡吧。以前我们抽八十发是要给月卡的，给你来两张月卡吧。给你一首安慰，属于八六的没有什么用的安慰，给你了。哎呀，给你一首浅浅的安慰，希望你能够玩得开心吧。你看吧，一九八又耗了60块钱回去，真的是太有头脑了。哎呀，现在的老板也是太聪明了，一个比一个聪明的，不行的不行的。人家一九八，他非得让我还他60，本来人家赚一九八的，真气死了我了，真气死我了。我们再来一个。你都不懂老板在想什么，真是，能不能三雷神，兄弟们再来一首，这个号还是我们的抽歪选手啊。好了，又轮到我们的好运来喽。兄弟们
什么月卡废了？什么意思啊？月卡会满啊？月卡会满啊？会满啊？花，这句话是怎么念的？我感觉你要抽离月雷神了，不知道为啥。离月雷神也是雷神，但不是那个雷神，名字叫做此雷神非彼雷神。谁说我不认识物子啊？不是你也太离谱了吧？这是你说那种生僻字把你不认识是对的，但是你要说把你不认识物子，我可是不认了啊！可琴，是你吗？离月雷神。算有人说等一下别好运来了，我用了八十发，你看他这个样子是好运的样子吗？这是怎么可能不外嘛？你不配，给你放首葫芦娃，你不配听这首歌，你听个屁，你听葫芦娃去吧你。给你放个葫芦娃，不给你听了，好听的歌都不给你听了，给你听葫芦娃去吧。七朵雷神花呀，哎，烦死了，哎，不行不行，不能给他听那首歌，一根藤上七个花，我吐了，我怎么感觉要中七个雷神啊，我受不了了，兄弟们，我歪了，我出了三个雷神了，我吐了，不该听葫芦娃的呀，能不能三个雷神，答案是可以，完犊子了，兄弟们，直接预言能不能三命，能不能四命，完了，他名字也叫花雾非雾花，完了，七个花，雷神笑哈哈，你笑个屁，你笑个屁，嘿，七个雷神笑哈哈，笑个屁，不可能的，我就亏一个六十八，我亏的不多。啊，你们能不能说话的时候合理一点，合情合理的分析好不好，每次都在这里说些这种，我就告诉你，连中三个已经是极限了，事不过三，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都是不能过三的，所以说这一把给老板来一个长得很像雷神的雷神，我们的离月雷神小克勤，老板，老板六四八怎么没出金啊，啊，不要笑不要笑，兄弟们，直接挖一首克勤，白磊再不叫小助理的花塞，你就要给满命了哟。我不相信。他的名字叫双双哎。小助理的名字叫双双哎。等下他给我来两个金怎么办，我还得再给一个六四八。那我不是炸了对不，不行。以后可以叫等小野来了可以让小野抽。但是他名字叫双双，我总怕他出双金，我很怕他这个名字就很吓人的。就很吓人，谢谢小助理佳莹的保时捷，小助理赶紧去看一下，谢谢汤勺的真的爱我，哎，那个叫欧皇转世的兄弟啊，你不要以为就是说巴六看不见弹幕好不好，他说不愧是抖音第一美鬼，不是你不要以为你欧皇转世你不得了好不好，你在那说些什么哟，你在说些什么哟，什么第一美鬼哟，你能不能理智一点啊，哎，
你说话很不合理的哟，你说到这个就是气。等一下再跟你们说，我现在已经三命了，你再不乖的话我要走了。哥，一根藤上七朵花，总不能真的开七朵雷神花吧，我吐了。哎呀，这我葫芦娃给我放的呀，给我人都放没了，我吐了。我脑子里面现在想起一句话，我不知道是哪个该死的粉丝艾特我，艾特我好多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刷到，就是那种什么雷，就是那个什么原神脸生成器，就是眼睛随便跳，头发随便跳，然后发饰也随便跳的那个，有一个黄头发的雷神，人家发这个作品的说，好丑哦，好像鲢鱼，下面的人全都喵艾特我说跟我长得一模一样。人家都说像鲶鱼了，你艾特我，搞灯了，你翻子了。小助理，把那个图片发给我，就是那个像鲶鱼的那个。完了，能不能寺庙？我吐了！哎，一根藤上七朵花，我去你的！你给我198，我给你个四命的雷神，怎么我是哪里有点问题吗？完了呀，最后总不能还给你砸个双金吧，能不能满命，可以不可以？哎，198很久都没有输过了哈。完了，刚刚就不应该放葫芦娃的。一根藤上七朵花，然后这个名字又叫花雾飞花的。我真的是最倒霉的，我吐了，我真的我干什么了，我是做什么错事了吗？我这么霉，我抽歪不歪，我抽中不中，我抽九条出早右，我出早右戳罗莎莉亚，我抽罗莎莉亚他出九条，我抽啥，我抽啥都没啥，为什么还不如说双呢？双双只亏648是吧，双金只亏648是吧，再抽下去亏满命加648是吧。我不相信，我不歪，我都已经四次不歪了，我怎么可能不歪啊？我不相信。老柳还差两朵花，你要加油，我加个灯儿。说实话，我还蛮想这个号三金的，反正三金就输198嘛，对吧？免单就免单，免得起。唉，就怕双金，因为双金的话，我要送648。你看双金只给他双金要给他送648，三金只给人家198，哪个划算？肯定是三金划算呢，来个酸金吧，酸金普通话都不标准的，来个酸金让他们酸一酸，来个酸金。哎呀，歪了，这么保底肯定歪了，这一把绝对歪了。有个人说别让小助理抽啊，这不是玩不起请挂来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啊，我不可能真的能把命吧，我真的是吐了，用我的阳寿给你圆梦是吧？什么意思嘛？哦吼，糟了，今天晚上糟了，哦吼，糟了，哈哈。没了，谢谢夜空的保时捷，没了，哎，我最后一个不可能双人亲吧，我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该死的葫芦娃、啊！我突然间看见我桌子上有一个道具，兄弟们，如果这个号代表的葫芦娃，那我拿这个代表的是什么东西？我是蛇精啊，蛇精病啊！我是神经病是吧？为什么我有这个？这是谁买的？这怎么不是那个吗？这怎么以前不是这个颜色？这以前小助理买的不是绿色吗？为什么有个这个颜色的？为什么这样跟蛇精的一模一样？是为什么？高心态是吧？刚刚放了一首葫芦娃，给我来了六只雷神都不歪的啊！有人就说八六，
一根藤上七朵花，七朵雷神花，然后现在吧来到我手上了。每次啊那个葫芦娃打蛇精，蛇精都是输啊，完了呀，这波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，疯了，不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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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这游戏不玩了。如意如意按我心意，如意如意按我心意，最后一个给我挖一手，呼，是这样子吗？挖一个，挖一个，挖一个。能不能放我离开这个世界？我不想在这里坐着抽，我不想再抽了。能不能满面？我去你妹的！你就给了我198块，我给你抽了一个满面的雷神。问题是86才把规则改了，我才改没多久，我还得抽零人啊。因为我们的规则是双满面一回事啊，我的，我值得了。只有七朵花，拍兄弟们。啊，葫芦娃应该只有七兄弟吧，没得多了吧，七朵花抽完了吧，八朵花，金刚花呀，第八个葫芦娃叫什么呀？有人说八个葫芦娃，八个葫芦娃是什么意思啊？金刚娃，完犊子了，这些这个肯定会歪了吧。说好的谁让我在那儿玩如意的，刚刚都给这个老板放葫芦娃了，那葫芦娃打蛇精每次都是蛇精输，你还让我装蛇精，我吐了。八六现在葫芦小金刚了，小金刚，哈哈，小金刚很硬，搬不弯，不可能，这一把必须歪，这把必须歪，再不歪的话八六去世了，兄弟们。哎呀好搞笑哦，真的，哎呀，八六第八个是七个合体的，直接合个满命的。你再说一次，你再在这里张着嘴巴伤害我一次，你试试。你再这样子的话，我就喊爷爷救我。八六，你装爷爷吧，我装爷爷。我装爷爷，那不七个小葫芦娃全部来了吗？哎，这波哎，舒服了，歪了歪了。哎呀，兄弟们舒服了，终于歪了，恭喜老板198获得我们的满命雷神加一只迪卢克，只要我不点，永远都不可能出双金。谁在那里说这一波双金啊？不可能的啊吧，没有这个运气，没有这个实力。哎呀，直接跳过，怎么可能啊？恭喜老板满命雷神配上我们的迪卢克。八六这个号刚好充了7个68，小助理说这个号刚好充了7个68，我吐了，好费啊，但是不止吧，我还要给他补的嘛。多少发？我要补41发是吧？为什么差一发？差一发给你一个月卡。恭喜老板，血赚86，7组648，恭喜。啊，这游戏不好玩，不知道谁瘾这么大，真的是。以后玩原神就玩原神，不要瘾那么大。鲶鱼全部在那里艾特我，哪个该死的粉丝艾特我啊？谁艾特的？站出来，保证不打死你。这跟我哪里像啊？我就有点搞不懂了。我给你们发出来好吧？这个，兄弟们，抖音有一个不知道谁做的这个图，然后他们说好丑哦，好像鲶鱼。他是头发好像是随机的，眼睛也是随机的，那个发饰也是随机的，然后全都没有在下面艾特我，人家都说像鲶鱼了，你艾特我干什么？我又不像鲶鱼，你们真的很烦呢。我什么时候长这样？那侮辱谁呀？哪里像嘛？哪里像嘛？不要艾特我了，不要艾特我了。我希望大家理智一点，不要再艾特我了。如果那个人说如果雷神长这样真的就爆，你可以艾特我，但是人家那个作者说的是好像鲶鱼好丑，你艾特我搞屁呀、啊、
你让他闻，那不是丢脸吗？真的是，你在那种说好话的下面艾特也就罢了，你在这里面艾特，好烦呐、啊！做头像吧，我不，我不，我说大家以后理智一点啊，就是说说好话的咱们可以艾特，说像鲶鱼的艾特我干啥呀？看着都气死了，把你绑头发不，我不，啊，我今天晚上好霉哦，兄弟们，我今天晚上亏好多。今天晚上把你直接酥麻，你知道吧？什么叫酥麻？八六今天晚上麻了麻了麻了，新角色吗？哼，现在拍马屁没有用了，哼，新角色那不抽了。你很幽默，哼，搞笑，一模一样。哎呀，吓死我了，像个屁！人家都说像鲶鱼，我又不是鲶鱼精。你可以叫我鲶人精，但是你不可能叫我鲶鱼精，鲶鱼精。哎呀，笑死我了！救命，确实像屁啦，不像不像，一点都不像，不要乱说话，不要乱说话。好了，说我们今晚上的抽卡环节呢，我们就要在这里跟大家说到此结束。然后现在是八六的游戏时间，今天晚上我的圣遗物还没有刷耶，我要去刷一首圣遗物。今天晚上八六好没有哦，本来早就该停了，结果今天晚上那个满命雷神把我留了20分钟，我本来还想转一手的。八六哪天转了？哪天赚了？其实我跟你讲，八六可能也许每天都在亏，但是我有多和少的区别。有些时候我一天才几百块，但是这两天有点太飞了，这两天确实飞啊。当当当